那你觉得在这一年里那个成长中你获得的最多的是什么？其实获得的是大家就是大家的鼓励吧，因为确实这一年受到的大家 Hello， 没事，我们继续。只是这一年就是感受到就是最多就是大家鼓励，对，然后就是这一年变化是挺大的吧，也是大家的一个对我的认可，就在15到16岁之间，就是希望更多人来了解我们，对，然后希望更多人能够喜欢我们，我觉得回答得非常好。就希望15岁的幼儿可以做自己 ，keep real。对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keep real。有事儿，有事儿。哦，文文，你真可爱！哎呀，天哪，你怎么这么好看啊？15岁生日快乐，快乐！哥哥永远爱你哦。好兄弟，获得腰果花。好兄弟，接力，我就知道。刚一个摸我脸，现在一个摸我头，哎，现在摸我脸，太爱我了。不错，谢谢马哥。呀，生日快乐！好兄弟，化妆了，化妆了，有点耳朵塞。居肤色不均匀，那我帮你。OK， 生日快乐，不是，谢谢，谢谢林哥，谢谢，先看了。好兄弟。还行还行，看我的很帅。来了啊！生日快乐啊，真是转眼间又长都长这么大了，以为你欣慰是不是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今天你说好就是长，好不好？你欣慰就好，我欣慰就好，老欣慰欣慰就好。哎，谢谢张哥的祝福，然后希望张哥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赶时间。文哥生日快乐，还有你，来我放你出去。哦，我背你出去。要干嘛呀？等会儿，哎，走，你们怎么把它背出来了呢？快把它送回去，二十四号送。背出来干嘛呢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幺儿生日快乐。 OK OK， 哇，yeah， 快到我了，原来一直准备这个，对啊，我的学快学，你要说出来吧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想好，希望没有钱，这个愿望很实现，我想。OK， 吹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来了，好家伙，轩轩哥哥，来第一刀，七七哥哥，为什么是你的？星星哥哥，翔翔哥哥，哇哦，还有一个哥哥呢，对不对？叫玲玲哥哥，玲玲哥哥，第一个是你的。您就给自己这么点儿，这么大一块，多来一个，你要吗？哇，那个巧克力看起来好像腹肌哦。腹肌？哪个巧克力？真像张哥的腹肌，很大很大，老性感了。张哥的腹肌，听说话有42块。对呀，怎么跟郑源怎么跟瘦的？我这句话跟瘦型说不太 OK 了，郑源，你在想什么？你怎么跟说？怎么能凶瘦心呢？对，没凶。对啊，为什么要凶我？我哪凶你了？凶他了。说那是今天他说是你像什么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啊，我是腹肌，我像。你只扔了我一下。不是我，他扔的，就是瘦星扔的。瘦星扔的，瘦星那个能叫扔吗？瘦星，那叫对你的爱的。对呀。
寿星对我干的事，爱的人人。刚刚不吃完就是对寿星的，我也觉得尊重，不尊重，你就是对你的文文弟弟不尊重。哎，啊，那这块更大，文文弟弟，这个给赞先吧，赞先，这么大，他对你的爱，我们文文弟弟未免太实在了点，实诚，对，你好吧，我想去武当山，啊，我想去乐山，峨眉山也不错，去白云山，我哥前两天去爬那个华山，他给我发照片。嗯，就是他是这样拍的，哎，我们去爬山吧。这样拍，然后他底下啥也没有，就绑那种。啊，我知道是那种铁的那种。对，爬到。看过那视频的。太吓人了，我天。还得是山东泰山。来到你家做客。啊，到你家做客。我家又不在泰山。峨眉山金顶上面一群猴子。金佛山金顶真的可以。但是那个猴子很不听话。嗯啊。我小时候去过一次，就是他老是偷个包。你去过峨眉山？可以在上面看日出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会把手放那里？是的吗？来吧，我们是不是忘了一个重要环节？你是不是？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吗？你看，我现在开始把我的袖子往后面弄了。我的好兄弟，我的好哥们儿，好兄弟，喜有哥，你在我说。我现在配个弹幕，我只要我及时暂停，他就没有呼到梁文脸上。然后我暂停了，不然就呼到梁文脸上。啊！